北大鼓长篇小说《抗日战争的故事》，敌后武工队。这故事就发生在1942年5月1日，冀中这个拥有800万人口的盛产棉麦的大平原，突然就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大突变。什么呢？是日本侵华大战犯冈村宁次亲自率领7-8万精锐的部队，从四面八方把整个冀中平原给包围了，反复的轮流大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烧杀抢。那个时候啊，我冀中平原的老百姓可受了苦难了，太残酷了，有的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夫在东妻在西，有的兄在南弟在北，父子不相见，全家不团圆，所以把我们冀中平原的老百姓叫日本鬼子残害的太苦了。哎，你还别说，就在这个时候，久经战斗考验的冀中军民们从现在开始日日夜夜的和日本人日本兵展开了苦斗鏖战。苦斗啊，斗的是日本人的各种计划，哎，鏖战战的是他们各种意图。所以啊，整个冀中人民老百姓团结起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我们八路军领导的正确指挥下，真正开始展开了抗日的斗争了。本鬼在我国惨无人道，烧杀抢到处欺压百姓士人，修的是炮楼林立，一眼望不尽，得说一座一座炮楼都成群，修公路安电话成为交通网，到处里别枪啊去欺压人，不管你出入都要良民证，要不然想要过去难上万分。就在那司令员领导下，同志们都知道那是正操吕将军在河北展开了抗日的战斗，真正是天黑白天日夜难分，正和这日本鬼
生死搏斗，才把这日本人赶回他家门。到后来从1945年呢，八一五光复，所以才真正日本人举了白旗彻底投降了，他们滚了蛋了。咱们现在开书，我八路军在吕正操司令员的领导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所以呢真正展开了抗日战争，在河北省冀中平原上。哎呀，可惜呀，第一，人的武器太精良了，人家上有飞机，下有大炮，又有坦克，轻机枪、重机枪、水压机枪、快慢机枪，人家有799938大盖，什么高射炮、迫击炮、60炮，确实是武器精良啊。咱们八路军怎么能和人家对比呀？八路军是步枪、手榴弹、草鞋、小米饭，能打过人家了吗？哎，你别看他武器精良，他就不如我们八路军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紧密的团结，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斗志坚强，每个八路军的战士都像铁打的像一样，所以是必须得战胜。可是时间短是不行啊，这才就证明了毛泽东主席说的对，要进行一场持久战，我们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对象小鬼子。这就是这个时候，哎呀，最严重的时候，大家伙都说是啊，五一大扫荡是太残酷了，其实不对，最残酷莫过于五一扫荡之后那个青纱帐撂倒，西风吹来的秋末时候，这个时候是最残酷了。八路军武工队也好，八路军也好，多没出多，晚上没有挡的了，白天没有隐的了，隐蔽的地方，所以哎呀没办法呀，咋办呢？只得听上级领导的命令，为了保存我们革命的有生力量，把在冀中留守的一个分区第9分区的整个部队撤走，转移，撤哪去？撤到山区，我们的革命老根据地去，这得走啊，不走不行啊。那么冀中平原这块怎么办？暂时就转移为地下工作，留给了后方，撤走吧。这么一天夜晚呢，我们的这个整个部队就随着参谋长越过了平汉铁路。人是地理仙呢，一日不见走一千，哎，就这一许就出离了冀中，来的在了我们革命的老根据地山区，这个地名叫贾各庄，住下了。在这儿干什么？休整，在贾各庄这开始休整改编。怎么办呢？按照上级领导和党组织的要求，这个大部队呀，八路军整个大部队到冀中去就有点开展不相当，怎么办呢？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组织，
组织成一个敌后的武装工作队，简称叫武工队，敌后武工队。这个武工队人数不多，多少人？两个小分队合在一起47个人，每个队是23个人，其中有一个队长兼政委，所以叫47个人。这个政委是哪儿的呢？从18团政治处调来的，原来是18团政治处的主任，此人姓杨，叫杨子增，30多岁的年纪，稍微黑沉沉的脸庞，有点小墨眼，墨眼就是小短胡子，大眼睛，重眉毛，大高个，但是由于啊战争。心胸啊还有一个子弹壳没取出来，所以此人呢、身体显得相当柔弱，可是斗志坚强。这个人呢未曾说话，有分量，稳稳当当，对待同志，对待亲友们相当和蔼可亲，但是要对敌人，他把那双目这么一瞪，哎呀，那相当逼人的。此人有战斗经验，有工作方法，有带领部队战士们的，从这个18团的3连，也就是侦察连的指导员，把他调来了，姓魏，叫魏强，小伙子23岁，中等的个头，稍微有点赤红的脸庞，大眼睛，也是重眉毛，说话是牙清口利，不错，说打就打，说写就写，说唠就唠，嘿，有功夫啊，文武奇才。小伙子叫魏强啊，把他调来了，一分就分配到1小分队当小队长。他手下有22个队员，咱们用谁说谁啊。又把谁呢？2连，也就是那个尖兵连的连长，此人姓什么？姓蒋，叫蒋天祥，也是20来岁，不错，和小队长魏强他们两个在一个学校，军事学校上学，那得说是同学了，不错呀。分配到2小队当2小队队长，来到贾各庄这了，这就这么一变组，变成武工队了。1小队有1小队的小队部，2小队有2小队的小队部，这个队长呢单独有一个中队部，也就是队长嘛，正事，包括有卫生员，有警委员，有通信员，这个不在他们47个人以内，挺好啊。在贾各庄这休息整编之后，没事就开始学习，因为上边的精神没来，新的任务没下来，怎么办？大家伙没啥事儿啊，这一天你呢有学习文化的，有练你枪法的射击的，有练上高的，你干什么的都技所不一，但是这是我们的根据地呀，这是解放区随便的地方。咱们说的是1小队的小队长魏强，吃罢了晌午饭，在这当院心儿坐着干什么？自己搓那个麻绳啊，一个大针
在那缝补鞋呢。八路军是艰苦的呀，哎，噔噔噔噔，一个人挑着一担水进来了，进到屋里头，哗哗把这两罐水、两桶水倒在罐里头。房东大娘说呀：“你看看，哎呀，同志们呐，你们一来这吃水呀，这卫生啊都你们包下来，这多不好啊，可别挑了。你看这像你们这么的一忙活，我们都没活干了。”此人是谁呀？姓贾，叫贾政，大高个，黑个叉的脸，大眼睛，一张嘴说话一看，门牙是少了两个。哈哈哈哈，大娘，这在我们冀中想这么干还不行呢。到处都有警察，到处都有卫军呐，所以我们干也干不了啊。这个我们太高兴了，说着话转身出去了，来到外边，哎呦，小队长，你那个缝补鞋子呢？哎呦，把话收回，觉着说错了。原来是指导员来的，哎，说有小队长觉着不得劲儿，我这哎，指导员，哎，小队长魏强瞅瞅贾政，别反悔，别反悔。本来我现在就是小队长，不是过去的指导员了，你没有错呀。你有什么事啊？不是我没啥事，不是我问你那鞋子也坏了，问你那鞋子没坏吗？可不是，别说了，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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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走了几十里的山道，哎，把鞋呀、啊、都磨漏了一个大窟窿。哦，是非是非，两个人三十几句话在说着呢。贾政啊，说道：“小队长啊。”那咱们得多才能接受新的任务啊，得什么时候能还老在这块这么待着呀，或者是这么训练呐、啊、或者是整修啊，这也不是事儿啊。魏强笑了，贾政啊，我比你还着急呢，组织了武装敌后的武装工作队，目的是干啥呀？不是得叫咱们回到敌后吗？敌后是哪儿啊？就是敌人的心脏，那叫敌后。敌后在哪儿？不是咱们冀中吗？冀中平原吗？得回那儿啊。可是多胆回去我也不知道，上级没有精神，没有命令，没有任务，你就得爱心在这块等。可也是啊，嗨，这个时候就听到外边吧，有小孩玩的，叽叽嘎嘎的，说的笑的，有唱歌的啊，在外边有干活的人呐，相当高兴，热闹的气氛。小队长魏强不由得，唉，又是高兴，心中又是难过，嗨，贾政。同志，你听来呀，那时候在冀中也是同样，每天到晚上晚饭后，年轻人一大帮，也有的说来也有笑，也有温寒烙暖，
他把线绑，就听那绑车的轱辘，实在是着忙。到如今来了日本鬼，小日本他们在我们记中到处猖狂，得啥时候能够真把他们赶走，一定要把敌人赶回东洋。贾政说要我看，时间就快到，日本鬼是秋后的蚂蚱，他们呀活不长。两个人在这里说说唠唠，在屋里有的同志搭上了枪。这个贾政原来是当过排长，一排的排长，等以后细交代。两个人正在这谈唠着呢，又打屋里一边说着话往外走，可不是呗。哎呀，恨不一时就回咱们冀中啊，和咱们冀中的军民都团结起来，把这日本鬼周回他东洋老家去，别叫他们老在咱们中原就中国横行霸道。谁呀？说说，慢声慢语的就来到切近一看，不是外人，赵庆田呐。这个人平白无故没有话，瞅着稳稳当当的，甚至于要见着个生人他有点脸上有点发羞那个意思，是这么个人。可这回他接上话茬了，因为他高兴了。但是这个人胸有成竹，好像说又有智谋，和一般的人不一样，所以外号叫老蔫儿，都管他叫赵老蔫儿。但是要打起仗来，聘且刺刀来，回者是论枪法，这个人是相当了得了。来到外边，哎呀，小队长说：“老赵啊，咱们都是一个壕的战友，几次在一起，又几次分开，现在呢，又到一起了。而且上级领导任命我为咱们小队的小队长，其实啊，我还觉得挺愧。小队长，你怎么愧呀？看看，您不知道啊，我这水平不行，我怎么能担当起小队长的任务啊？这不是一般的任务，这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和敌人日本鬼子要展开针锋相对的搏斗，而且要发展冀中的老百姓，得讲政策，得讲国家的一切形势，都得叫他们明白。不是我有那水平吗？另外你们也得负责这些个任务，咱们的水平好像都不够啊，同志。所以呢，咋办？就得加紧学习，好好学习政策，学习党的方针路线，怎么对待敌人，怎么对待俘虏，怎么对待老百姓，怎么对待特务，怎么对待汉奸，怎么对待魏军，怎么对待警察。哎，这都得有方法，都得有政策，不是胡来的。学不好就运用不好，运用不好就砸锅，砸锅不好影响了咱们这个冀中抗日战争这个政策是小，咱们的战争任务要吃了大亏，这可是了不得呀。对对对对，那就得抓紧学习。
报告。正在三个人说着话呢，又打门外进来这么一个人，腾腾腾到前进，报告，唰，一个举手礼。行了，军礼呀。小队长魏强一看，那能不认识吗？鞋壳也就缝好了，把这个麻绳啊，用牙磕磕不了，用个剪刀把它绞断了，放下来，站起来，规规矩矩的也回了个军礼。回来了，哎，小队长，队长交给我的任务啊，我执行完了，所以。屋里头，这一到屋里头啊，这人呼拉超全都站起来了，二十几个人，这个小屋啊就满了，啊，算后来这个人一共是23个人呐。这个人呢，把他执行的任务不能全交代，大概说了一遍，咱就不多提了。这帮人有拥抱的。有亲近的，有拉手的，因为他是才来呀，他接受任务去了的。过去基本就都认识，在一起呀，就一个连队里待过，在一起打过仗，在一起和敌人拼过刺刀，都是这抽到一起来了，现在都是一个小分队的战友，亲近。最后贾政上前一把一伸手，刷双手就把此人抱住了，太上，哈哈哈哈哈。刘太生说，贾政啊，你呀，高兴就高兴，你看看你把你乐到这个样，行啊，咱们两个不就分手1年左右吗，这不又到一起了吗？是啊，哎，我说太生啊，啊，咱两个是入伍的时候，你入伍就在我那个排，对吧？对，哎，咱俩一次上过军校，咱俩是不是算同学？是啊，那你说这次分手了1年多再见面，我是不是得高兴？是高兴啊。那你还说我笑的不对，你看，不是，可是我问你，你家的事儿你知不知道？我家，我家，啊啊啊，嗨，你不知道，你听我说，不是我，你妈，啊，我妈是啊。小队长哼了一声，贾政一瞅啊，你妈挺好。上回书，
这个贾政啊是个炮上筒子，有话就捅，好说个人。可他刚想说你妈，小队长魏强在旁边用眼这么一瞪他，他看着了。哎呀，不见，哎，这我刚想说他妈，这是小队长瞪我明白了，不让说呀这小伙子说我妈怎么的，不，你妈挺好，你知道，你知道您家事，我知道啊。那你说啥？你二弟参军了。哎呦，小伙子笑了。这小伙子是谁呀？大高个子，能有1.89米左右，宽肩阔背呀，体大腰粗，赤红的脸膛，大眼睛，重眉毛，尖下颏，长得挺威势啊，不错。这小伙子姓刘，叫刘太生。他家住在保定南边的清苑县馆，叫张庄。他们家四口人，他爹叫刘文普，他妈娘家姓田。因为呀，这老太太好说好笑，好善乐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找她帮忙。哎呀，所以呢有个田大姑之称，不错呀。这老太太她有个弟弟叫长生，比她小2岁。这个刘太生他们家里头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呢？他二弟是确实是参加县大队了，当了兵了，可是他妈被汉奸呐给供出，说是抗蜀。哎，说这套书最缺德的是，在保定有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叫松田少佐，他是最缺德了。还有一个铁杆汉奸姓刘，叫刘奎生，他们两个一唱一和，啊，一主一奴，一正一服。哎呀，就像那人呐，在前面走，那刘奎生就像那狗在后边摇头晃尾巴，像那个松田就那个样，被这个特务汉奸呐给供出去了，带着日本兵来的张庄，把刘老太太就活活给吊死了。这个谁，太生根本不知道啊。谁知道？小队长魏强知道，贾政知道，还有谁知道？李东山知道，就他们三个人。这是以前的事儿啊，咱们先别说的。因为今天呢，刘太生执行任务才回来，小队长就知道贾政要冒出这些话，刘太生得是什么精神呢？哎，那是可想而知的，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意思就说你别说了，等慢慢贾政不明白呀。不明，我可不明白，真就没说。哎，你二弟参军了，这还这么个事儿是？我知道了，我二弟参军那是挨个钱的事。那么咱们就说说他们家到底是咋个事儿，别着忙啊。
刘太生啊，12岁上学念书了。他爹呀，刘文普，自己刨了几亩地，自经自种，两口子就维持这个生活，四口人挺好。又加上这个刘文普啊，把自己的地试弄完了之后，就到他们张庄一个老财家，就是地主家，叫刘老财，也算一笔写不出个俩刘来，不是家族也算家族吧，到他们那块去干活去，不是长工算短工，可一年也不少干。可是到每年到腊月22这天，给结算工钱。这一年呐，腊月22，刘文普在家吃完了早饭，没啥事儿了，说我去算算账去，工钱算回来，咱们也得办半年，也不能铺张浪费，因为还供孩子念书呢。这个时候，刘太生已经念了4年书了，年岁是在16岁了。到这块一说，七宾折八扣的，一扣来扣去就扣的太多了，就把这个刘文普啊有点扣烦了。哎呀，说老财呀，说论户族家的，咱们呐，你说啊，你也不中这么办。我给你哪年都在你家里干活，你说我是不好好干活啊，我是对不起你呀 啊你为什么给我就扣这么些钱？再者说了，离年帮近的了，哪都用钱，还有孩子念书，你千不看万不看，你就看一笔写不出俩刘字来，你也不应该这么对待我。三说两说，他不往理儿上说，你就给你这些你就拿走，你要不要？不要，但还没了。两个人说烦了，说烦了，这不就吵了嘴了吗？吵了嘴，这刘老财呀，他这是个大户的财主，在整个张庄啊，他这一跺脚，这地都能乱颤呢、啊。就这么个人物，养了5-6个打手，其中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体大腰圆，膀大身粗啊，个还不小，一个眼睛，外号叫吊眼狼，也算姓刘，因为他这出事豪横，他起名就叫刘恒。现在好像说好吃恒吧，起这个名。他帮上枪了，他这眼睛是怎么坏的呢？因为他生来脾气就不好，小时候跟别的孩子打仗，他往死了干，把一孩子打翻脸了，急眼了，就这一拳头把这眼给怼冒了，再也没治好，就拿出去了这眼睛，所以就剩一只眼，叫吊眼狼。他帮上了，刘文普就不服气呀，我说我们是家族也好啊，我是他的故宫啊，他是我的主家主人，这都行啊，与你什么关系啊？三说两说，动手了。动手，刘文普也挺厉害，不服啊。人家人毒，这一顿毒打，完了。行，那你轻点呗。这吊眼帘上去啊，刘文普躺在地，他上去就这一脚踹在前胸上了。哎呀，可坏了！刘文普半天翻过身了，哇！是一口鲜血吐出去了，哎呀，完了！刘老太一看不行啊，糟了，这大白天要把他送出去，让他回家，谁都能看着啊，谁要一看着，
走漏了风声，以后他有个好歹的。不管怎么地，大大小小，咱们不也得担这个责任吗？不让他走，所以一直到天黑，家家都要关门的时候，高人搀着就把他搀出门外，人家把大门关好，你就耐走不走吧，送出挺远。这刘文普啊，咬牙起来，是爬呀也爬不了，是走也走不了，晃荡也晃荡不动了。哎呀，怎么办？还真不错，来了好心当庄的家族几个兄弟们看着了，把他参加去。到家见着自己的这老伴儿，也就是田大姑田氏，他妈，你趁着我有这口气儿，你听来呀。曾说话眼含动泪，叫一声他妈呀，是你慢慢听。从早晨我到在老财的家里，从头自卫我都对你告诉，和老太翻脸他被刘恒打，一口鲜血吐的这个地砖壳，白天里呀、怕人看着，不叫我往外走啊，晚上要关门把我推在府外中啊，多亏了两位护祖，二位贤弟，才将我就送回呀、咱的家中啊。田大姑一听啊，这么个事儿啊，哎，招待两位贤弟，说没不用了，别客气，我们要回去，不早了。哎，想办法买药，干怎么办也不好使了。到半夜时候，刘文普就有点不行了。这个时候谁呢？刘太生已经放学了，回家了。也就知道这些事了，哎，挺好啊。哪知道一到二十四这天后半夜，刘文普那是去了，死了。这一死啊，这家哭得像周王庙一样了，那就不用说了。好不错，乡亲呐、乡亲们全都来了，帮着田大姑把这刘文普后事安排完，埋起来了。不管怎么着，过年了，哎，过个年吧。一直到正月初六这天的晚上，这田大姑啊，就把两个孩子都叫到了跟前儿，坐到这儿，点这个小油灯孩了，听娘亲。我有话慢慢对你们讲啊，千万万给娘亲我记到心间，现在一年小啊
两年你们长大了啊。中的一切事情都能记得全，千万万你们哥俩都把书来念吧，要知道你没权没势都被下眼关，念好书你哥俩能把官做，那时候才能给你爹报仇冤。刘太生咬牙切齿没能说话，就瞅着他娘亲往下谈呢，孩儿啊，过了初六这不是吗，初七初八，太生啊，你还去念书去，上清苑县啊，上你的学校念书去，孩子好好念，长大成人立志，有权有势了能。学校让他念书，别看你爹死了，你妈要活出个骨气来，我要把你们两个抚养长大成人，那地我自己种，咱这日子不用你俩担忧，供你们念书，你妈我一定能有能力。说完话拉倒了。第二天是初七过去没事，第三天是初八，娘啊，我今天我要走了，我回学校，那个我们学校说了点开学，另外呢我今晚上不回来了，因为我有个同学姓白，他跟我说了头年，他说呀让我开学上他们家去一趟，我们俩最好，可是呢回来咱家就谈事儿了，我爹这不就是，我就没说这话，把这话就耽误了，一到今天，这我告诉你，晚上我不回来，娘啊，你别惦记我，好像我咋地了，其实我没事儿，我是上同学家去了，我的学友家去了。老太太给他拿了钱，背上书包，小伙子刘太生啊，今年过了这个年儿，说我已长一岁了，我十七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都念四年书了，刘太生。我妈说不，读嘛，我还能叫刘太生？嘿，娘啊，你咋知我胸有成竹啊，刘太生出了家门奔了学，里地来到清苑县里边，进校门和同学欢欢笑笑，开学了又上课，一
也念书篇，这白天怎么一天啥话都没讲啊，到下午了眼看着就要黑天，太神见老师才把师傅叫，老师傅啊我有事您老要听言，老师啊，我这一天是想要和您老进辩进辩，另外呀、啊、和我的学友们好好亲近亲近，现在到时候了，好在离家八里地我要回家了，一切收拾收拾我不念了。咦呀，太生啊，你念书念得挺好，你挺上进呐、啊、你怎么不念呢？唉，我爹呀，你爹怎么22的晚上偶得疾病，24的后半夜故去，家里就剩我一个寡妇娘亲和我一个不知事的小弟弟，我这书还能念了吗？老师啊，我要去找点活干养家糊口，找点活供着我，挣点钱供着我的弟弟念书，养活我的娘亲，也是命啊，该着我不能再上进了。就这么的，孩子走了。有个同学姓白呀、啊，小伙挺好。两个人手拉手出来找个小馆，说：“咱哥俩呀，好这么些年了，吃点吧，我请你。这顿，哎，分手了，我给你见见行吧？这么事，接接风啊，见见行都可以吧？他俩少喝了点酒，就算了。然后太阳就落了。”刘太生说：“我要往回走了，你呢回学校吧。”俩人分手，刘太生唰唰唰走啊，心中想怎么办？哎，正好前面遇着一个小红炉，叮个当个叮个当，红的汤的干什么？铁匠炉啊，老师傅正在那搭着铁呢。他来到铁匠炉跟前儿，师傅，人家一回头。一看是个小孩儿，哦，这小孩你哪儿的？啊，我呀，我是郭庄的，离这15里地呢。我要回家，手无寸铁。你别看我这长得挺大，其实我岁数小，我今年才16呀。那么的，老人家，你给我找点应手家伙事儿。这走道经荒道下的，咱们这个主道下边就是背道的荒道。哎，遇着个狼狗的，我仗仗胆儿。哎，老头挺好，这个铁匠，一找给找这么长啊，1尺多长的个铁棒，那这个小铁锤不大。哎，说这玩意你拿着，哎，太生拿手里挺好，这玩意挺应手啊。谢过了，走了，心中想啊，快点走，怎么办呢？我走晚了，他别再插门。我还得费事赶他们不关大门之前到他家。8里地，小伙子手拿着这小铁锤子，二尺左右长，叉叉叉叉叉。刘太生别看17岁，长得体大身粗，个子不小，那个时候就得有1米70大多的个体。功夫不大，8里地就回到张庄。那轻车熟路啊，本村子的人呢，刘老财门口就看出了。哎，嘿嘿，正好还开着2扇大门，别人家都关门了，他们家没关。刘老财家是两进的院套，前大门进去，东厢房，西边是牛马棚、马圈。啊，还有仓库，还有他们的故地
家奴伙计们在下面东窗厢房住，还有厨房，还有柴火粮食乱七八糟都在这个前院里头。可那东北角有个角门进去了，两进门二进，进去后边的宅院是人家人住的。刘老财多大岁数？50多岁，不到60岁，挺胖的，挺大个肚子，稍有点浅的麻子。这个人儿，小撅撅胡，也挺能说，两个大眼睛像蛤蟆眼往外鼓鼓着，不错，能说。泰生来在这个东间往外边就往这一站呢，里边点着灯呢，就听里边说话。我说大姐二姐啊，这老家伙今儿个是不是今儿走的？可不是今儿走的，你和你大都糊涂，那昨天走的，我就觉今儿走的。哎呀，那不初六走的吗？那多大回来呀？多大回来？这回我看他发生啊，最早也得半个月。那老二说啊，那我咋不知道他上哪儿去呢？他也没告诉我呀。这个老三说告诉我来的，我他妈不愿意说他那事儿，这老家太缺德呢，上保定了，说这回有买卖，好像是整大烟土啊，不是整什么玩意儿，说这回的托人呢、啊，得是4天半个月的，我不愿意说啊。哎呀，刘太生一听完了，这得这么长时间回来，那我不白来了吗？哎，走吧。这一转身出来了，哎，到东厢房这块一看，里边点着灯，听里边说话。哎，我这烟挺好抽啊，哎，你尝一袋。抽旱烟。我说那个，你咋还不关大门呢？今儿是不是你的班啊？可不是我的班，我咋没关？嗨嗨，那不那个，这没外人说，那不那吊眼狼吗？啊，那不到现在没回来吗？上清院了吗？我不得不给人留大门吗？能回来吗？当家的今儿个不走了吗？他走两三天了，初六走的吧？是不是？是。上保定了，说不上得多少天回来、啊、他不是一手遮天了吗？他上保定干上哪去了？烟花院呗，找他那小聘去了呗。嘿，今儿个我看他回来回不来都两可。哎呀，真不回来，回来也得半夜以后，你放心吧。那么我不等了，关大门一会儿，我抽完得带烟。他抽完得带烟，刘太生都听着了，真冤孽呀！啊，我寻思要堵住这刘老财，我这一顿小铁锤就把他锤了。刘太生有点把握呀，体大身粗，有力量。另外念书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好不错的老师教他不少本领啊，擒拿术学了不少啊，这么个事儿。小伙子有功夫，哎呀，这他不回来不是放过了？放过吧。哎，我再把那个吊眼狼先治死了，一个一个来。一听吊眼狼没在家，人家还要出来关门了，抽完地带烟，别让他看着。一转身，嚓出来了。出来了，离开汤老刘家的门口，心中想我上哪儿去？哎，张宝公路等他，才要会战。吊眼狼。